106年台湾中游木林杯慢速垒球锦标赛，10月21日早上9点在高雄市林园区金坛国小棒球场隆重开幕。这项比赛由中游公司石化市部与高雄市石化业产业总工会共同办理，赛程两天，竞赛办法采用2016到2018年最新慢速垒球规则，比赛共组15队，约300名选手参加，决赛取前四名颁发奖品及奖杯。桃园县市职业运动员资格参加比赛，纯属联谊性质，以促进推展正大休闲活动为宗旨，现肉尊大会一切规则，服从裁判之判决。因此，宣誓人联成化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黄庆良，中文民国106年10月21日。石化产业总工会理事长何正嘉指出，今年有中游石化事业部、林园区公所等15队选手竞技同乐，十足彰显石化业者的团结及和谐。希望参赛选手要有运动家精神，遵守大会规则，注意安全，避免运动伤害。吴炳俊，蔡副理事长，还有我们这个我们的荣誉哈，荣誉主席，我们陈良安陈主任，还有非常感谢了哈。非常感谢咱中游吼，诶，大力支持啦吼。啊，今仔日可以给咱工作人员的辛苦，吼啊。啊，最重要就是咱亲爱的大家选手啦吼。啊，感谢今仔大家来参加中游甲产业工会做合办的这个活动吼。啊，有这个假日来，啊，把囡仔拢带来吼，啊，是一个做意义的活动吼。啊，咱中游吼，每次当落会含地方共同来办理一挂运动。啊，你因为咱是国球的一部分啦吼，所以我来介重视吼，啊，今仔足侪贵宾也拢来吼，啊，今仔伫遮大家借着比赛来联络感情，啊，会当提倡体育风气，啊，搞迄个大家身体健康吼，啊，介重要就是讲咱今仔做一个联盟的主宾吼，咱爱把咱的工厂操作好好做，啊，把公安环保做好做，做一个联盟的好主宾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啊，今仔最后吼，也是搁一遍感谢大家来参与吼。啊，希望大家今仔日只比赛拢会当得到一个好成绩吼。啊，最后祝大会成功顺利，啊，大家有一个好的成绩，吼，啊，而且有一个足好的假期。啊，各位贵宾身体健康，阖家平安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朱启林哈，王理事长哈，欢迎。跟咱的物业助理啊，丁丁。啊，我们的林理事长、何理事长，还有我们的副理事长。咱大会主席吼，阿嘉吼，咱。你要打？